妈妈，还在叫妈妈呢？她就是个机器人。这不可能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机器人。回你们的百秀山去，别再跟着我。你们去哪儿？俺们不是说好明天就一起回白熊山的吗？回俺们的家，俺们还要一起。你还没明白吗？我不是你们的妈妈。把机器人当妈妈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哎，见了，他在这儿。就会丢下俺们。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俺和。你到底把我孩子怎么了？妈妈，别过来，危险！妈妈，你到底把我孩子怎么了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要孩子是吧？要多少有多少。你的孩子不过是我编造出来的程序指令，我想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不可能！当年我从狗熊岭把你带回来的时候，你那小熊崽子在火场里根本就没有出来。妈妈，你撒谎，把孩子还给我！妈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妈妈，快把门打开呀！在沉睡以前就说过爱你，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妈妈，让你出来，他已经长大了，现在该来保护你了。在妈妈眼里，你永远都只是个孩子。是妈妈最疼爱的小熊蛋。妈妈，不要！很抱歉，导演丢下你跟熊二。那些年不能陪在你们的身边，是妈妈最大的